所以通过我们过去五年的这个考察积累起来的资料和数据，基本上对整个南海的鲸类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它的鲸类的组成和各个物种在南海的一个地理分布格局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这里的生态环境的话，首先就是要关注这些栖间动物、仔栖性的生物。如果这些动物多了的话，表明我们这里的生态环境就比较好，生物多样性比较高。